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份在千叶县的工作，然后雇佣应该是正式合约，他的工作内容是仓库作业，然后休息时间是8:30到下午5:30，休日是住日跟周日，然后工资大概是23万晚上一个月，日本语只要正常对话即可，然后如果想要来面试的话呢，可以每天来这里，我们这边面试参加说明会，每天都有开说明会，有40家以上的企业参加，欢迎，地点是在东京都神田区的须田町1-28阿加ホール3楼。